第十四届全国大选日益逼近，朝野领袖积极走入社群了解民情。马华总会长呢，都斯里廖中来星期五到森美兰日乐务真纳巡视选区，还即场宣布上届大选落败的薛志毅会在来届大选披甲上阵，挑战可能守土的行动党森美兰主席陆兆福。薛志毅是在没有官制的情况下，还是给最好的服务。他是最潜在最强的一个候选人，最好的一个候选人，表现越来越好。现在呢，我也可以看到他非常有诚意的为支持党的人民负责，他也很有心的、很有诚意的，现在在党内呢，把这个力量团结是更强，他也能跟华社团结是更强。陆少富行动党的代表是周议员。但是没有为我们本地人民呢，支持港这个人民，给予这方面的这个服务。我们要的是能够有代表在政府里头，善用政府的资源来帮助我们的人民。薛志毅在505大选以1098张多数票败给陆兆福。廖中来认为，如果陆兆福继续监攻国州议席，将导致他自顾不暇，难以服务选民。泡新闻朱慧敏报道。